飞到哪里都想着你，生与幸分隔两地。我的好兄弟佳辉终于要发片了，真的为他感到很开心。我一直以来非常欣赏佳辉的作品，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听他的歌都会充满，就会觉得很感动。就是他的作品里面呢，有一股生命力。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创作人，然后把自己所有的内心世界，就是用音乐很完整的体现出来。我觉得做一个音乐人，坚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怎样，都要保有你自己这一颗做音乐的赤子之心。我宇恒会跟你一起走到底。那发片为了庆祝，我打算请你喝两打啤酒，所以打给我，我们约一下。祝你唱片大卖，加油！佳辉，呜，要发片喽！那可薇在这里呢，要祝你发片成功，还有新专辑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。Hello， 佳辉你好啊，在这边要先恭喜你发片啦。那这一次新专辑叫《你爱我吗》，上次是叫什么？如愿意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次也是你爱我吗？我觉得佳慧的情歌其实真的，先说我自己跟佳慧的渊源好了。那其实我也唱了不少佳慧的创作。那在我的最新专辑《别再惊动爱情》里面，也有一首不多，我自己非常喜欢，也是来自佳慧的创作。那所以可以再听到佳慧的创作专辑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的。所以希望大家也给佳慧多一点机会，然后也给这个小男生，就是其实你们不要看他这样不说话，其实他内心很澎湃。然后私底下看到佳慧，其实他是一个蛮可爱的男生，然后比较健谈，但是荧幕前面的佳慧就是比较害羞一点。所以希望这次新专辑佳慧也可以比较放开来一点，然后跟大家好好的 share 你的音乐创作，然后你的音乐理想。所以在这边恭喜佳慧发片大顺利。嗨，佳慧，我是叶姿。恭喜发片。我知道这次也是黄韵仁跟你一起做唱片，然后在这里其实我很期待听到新的东西，因为我很喜欢佳慧的声音。然后记得有一次，其实每个人听到佳慧的声音都觉得哇，这个女生那个声音非常的有特色。然后后来就发现是不是佳慧哦，是佳辉。所以希望会有更多人都听得到你美妙的声音在这里。是也祝你唱片大卖，然后大红大紫。佳辉，恭喜你终于要发行你的新专辑了。你的第一张专辑《我疯你》我已经快听烂了，所以呢赶快给我听听看你的新歌吧。希望呢很快的可以在马来西亚再相聚，然后让台湾的朋友也有机会听到你的新歌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JT 方子明，在这里我要祝佳辉发片成功，你爱我吗这张专辑一定会大卖。然后我觉得近年来好听的音乐跟真实的音乐很少，越来越少，还希望你会多多支持他。因为有佳辉的写词能力跟写曲也很好，然后因为加上黄韵仁跟小韩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佳辉，恭喜你。恭喜吴佳慧要发行你的最新专辑了，在这边要祝你的新专辑石破天惊，惊天动地，然后有非常好的成绩，加油。那吴佳慧就像是我的邻居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他跟我都是马来西亚槟城人，所以我们是同乡，所以我们每次见面都会讲我们同乡的福建话，所以他给我特别一种亲切，就像我邻居一样。那他的确也是长得一副邻家的样子，就是那种每天放学回家会聚在一起玩玻璃弹珠的那种朋友，那种邻居。我觉得他表情就像那个漫画人物，然后定格的样子。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是有很多奇怪想法的一个人。从他写给别人的歌跟他自己唱的歌，我都常常会感到很惊艳，就觉得他这一些创作的思维逻辑还蛮特别的。这些作品好像跟他的脸好像是完全没有办法搭在一起的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奇妙的一个点。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音乐怪小孩，或者是音乐怪童之类的，我觉得
还蛮不错的，如果宣传有需要一些 slogan 的话可以拿去用。好，无论如何在这边也要祝你的新专辑大卖，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，加油。